啊，你好，我爷爷给我留了50000块钱遗产，我想拿出来娶媳妇儿用。你让他本人来取。大哥，我这是继承遗产，你看一下资料呀。看清了，继承遗产就让他本人来。他来不了啊，我让他给你托梦行吗？托梦不行，他本人得签字。都装小盒里了，咋签字啊？要不我把你送进去见他得了。怎么说话的？本人签不了字，就是证明你是唯一继承人，才能继承遗产。这不都开的证明吗？全有，你看，你看。你得证明你爷爷是你爷爷。姓什么呀？我姓什么？你姓啥我姓啥，你爹叫啥我叫啥，你想干啥？我爷姓黄，我肯定也姓黄，还能不能随路边炸油条子姓啊？我看你长得就像个油条一样，看起来挺硬，脑瓜里装的不是炮就是地沟油，你哪个爹教你这种办事方式啊？你证明不了你爷爷是你爷爷，就得拿他的出生证明或者让他的父母来证明。你是不是出门没吃药啊？你怎么不用我要慈禧太后圣旨啊？我爷是光绪34年生日，那清朝有出生证明吗？还让他父母来证明？我太爷生前是本地县令，要让他活到现在看到你这种坑爹话，他就当场掏骨头渣把你给炸了就喂牲口。你证明不了你爷爷是你爷爷，你就取不了这个亲。哎，李姐，今天中午吃点啥？你现在就给我证明一下你爸是你爸，要不我就怀疑你是我生的。你让你妈现在就过来，我要跟她回忆一下当初你是怎么生出来的。你能不能当所有人的面喊我一声爸？再给爸拿20块钱，我去买双足力健老年鞋，我他妈抄起来给你一鞋底了。